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晚上了，完全天黑了。那我们等一下呢，就是要去看这个房间的特色。对，就是房间看出去的风景。那每个房间都会有一个小露台，是这边的房间的特色。我们现在呢，晚上了，完全天黑了。那我们到了借鬼怒川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来到了借鬼怒川。这里啊，他们的对，就是他们的招牌。他晚上呢，他这边会亮灯。你可以看到它入口，它就是整个很侘寂风的那种整个装潢，它就是那种土色系跟木头色系，还有灰色系。他们的缆车已经帮我们准备好了，你看。对，然后它这边呢，跟一般的不一样，它就是你要搭缆车呢，你就是按这个红色按钮。这边不是这个不是那按警报的哦，按下去它这边就会打开。对，假如真的找没不知道怎么用，就可以打电话按7号，不要乱打。对。这边的右手边有一个停车场，对，左手边呢，它是从底下上来的。对，走，走吧。你很期待的感觉。要上去的耶！这个要白天看比较漂亮，对。这个应该要等3年吧。我觉得我已经不行了，我要等太久了。我等下去我就走进去了。你走进的速度比这个缆车还快。这是缆车吗？就来到我们地心里，哦，好漂亮的花。现在来到借鬼怒川了，现在要 check in。嗯。不知道怎么。这个应该已经哇，这边有一个森林哎，但晚上看不到。你看是吧？好了，走，把它放回去。是浇水的吧？是吧？乱浇水小屁孩，这是他有在贩售的。啊，这没卖陶瓷，很漂亮。这个筷子好漂亮，我要买。它这边很多工艺品哦，陶瓷的，这不错。他们现在已经看疯了，哇，他已经很想购物的样子。这个筷子好漂亮，我要买。现在服务人员带我们去我们的房间，对。Just to water like this. Oh, and enjoy the sun. Like instrument. Oh, the sun.早上这边应该很漂亮，因为这个森林感觉蛮有活力的。我们的房间111，111，好啊，真的好漂亮，哇，哇到了，三个人睡同一个房间。我看到还有温泉可以有，哦，它有大浴场跟私汤，哦，也有温泉，对，私汤这边有私汤，对，室外的很冷，哦，看到了。哇，温泉呢，热热的。这边现在设定是41度，如果你觉得烫的话，它会给你调整。哦，好，41度差不多了。我因为外面冷啊。嗯，对。今天的开箱，可以看到这个房间，它的门就是很木质系的。对，它其实这个整个饭店都是这个配色，木头色配灰色。它这个墙壁就是有点那种能吸湿的那种质地的墙壁，然后门口有一个。镜子，对，然后其实像这种旅馆，他们都会有自己的那种香氛的香调，对。那冰箱里的东西是这样，那这个茶是我的，其他呢除了水不用钱，其他全部都要钱。然后这是我们司机送我们的六花亭的那个甜点，对，他人很好，对。新野凯，这个是他的茶具、泡茶设备跟一些杯子，可以自己煮水。那我们今天订的是比较家庭式的房间，那所以就是三个人睡在一起。那他在这边呢是可以穿他们的睡衣在旅馆内走来走去的，可以看到他们冬天的睡衣，还有一个有那种棉袄的外套，对，等下可以穿穿看。他们这边就是有他们自己的这种艺术品，是这种窗花的那种雕刻的艺术。然后地板呢就是这边是榻榻米。那这边有一个小客厅，对，非常的小，我觉得它房间超小的。然后小客厅、沙发什么的。那这个是 free 的，里面有什么呢？我们来看一下，是
生姜汤，还有煎饼果子跟这种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那我看一下，它是一种麻吉，就是像日麻吉，就对，日光当地的麻吉。我先给你们吃看看。你要吃看看吗？我吃过，我是吃过，所以我不会觉得很难吃。嗯，我也可以吃吗？啊，我看一下。我先吃一半，因为那里面有芝麻，所以你要吃一半。嗯，是这边的，是饭店的吗？啊，隔壁店有，你看。芝麻，那妈妈可以吃吗？啊，可不可以吃？很好吃，甜甜的，而且不会过甜。好，最后一口给小乖吃。那我们去外面探险。这也是它的浴室，就是一样，日本浴室都是习惯干湿分离。它的备品是借自己的备品，就是有乳液、身体乳、化妆水、卸妆，还有洗手肥皂。来，我们。然后它这边的浴室就那种普通，走一个普通的感觉，就是瓷砖。然后呢，我们这一这个是花岗岩的那个感觉哦，洗发精、洗脸的肥皂、润发乳、身体洗身体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来我们的重头戏，就是这个。重头戏是什么？就是这个一个很，你小心哦，它是温泉。然后刚工作人员说，41度觉得太烫的话，可以跟他讲，他可以帮我们调整。耶。对，然后这外面现在天黑，什么都看不到。只看得到石头啊？只看到石头。所以泡澡的时候就可以在这边。它其实这个是那个陶瓷，有点像那个酒缸，对，它是一个有历史的陶瓷做的一个浴缸，哎，好像鸡眼哦，对，很特别哦。可能现在太黑了，我们白天就可以来泡泡看。好吧，第一泡就是吃饭前的泡汤，好舒服哦，觉得身体很活络。然后它这边泡汤完呢，就是会有苹果汁跟冰的黑豆茶，对，他们有人很喜欢喝冰的，还有。冰棒，它冰棒有柠檬苏打、蜜瓜苏打、苏打，还有可乐口味，可以自己挑。喝 Apple Juice 喝喝看，不错。嗯，这是它的泡汤后的休息区。没有，它没有牛奶，这边没有牛奶。我儿子超爱牛奶。这个是什么？在。Kinugawa 的晚餐，然后我这个有再多点一个山海龙神锅的套餐，山海虾虾，对，小朋友晚餐跟大人不一样。好，我是猫咪的，是赔钱货晚餐。怎样？没有，看一下。你的菜看起来很好吃。Surprise！ 等一下，迫不及待是不是 ？I love。里面吗？里面有一个。嗯。用筷子就要练习用筷子了，已经八岁了，插进去，插进去，是这样子拿吧，这样子。你在跟我捣乱。服务真的很好，因为我订餐的时候忘记跟订餐人员说我爸不吃牛，所以他们的住处就特别帮他做，不吃牛的人可以吃的东西，就直接重做，就是谢谢他们。你有不讲动作？有一点。第二道菜是一个汤，它是萝卜汤的基底，搭配南瓜，还有蟹脚，对。是甜点，八寸，一些醋的东西跟沙西米。它其实是这个宝乐盛有这个八寸跟醋的这个东西，然后还有沙西米，三个一起，对。先吃白色这个，它剩一片还蛮新鲜的，吃得到那个。食物的那个甜味，食材的甜味，火锅料，火锅料，对，看起来好吃。我的锅物跟土锅饭都来了，土锅饭来了。Japanese square pot。那我们分那个土锅饭，就是那个龙虾。可以走吗？虽然长得很小一只，但它肉很像那种，就是很甜。很结实的那种肉，然后它好像是，我记得是伊势龙虾，它就味道很浓厚，集结在一起那种甜味，吃在你嘴巴里的时候释放出来。为什么你有金沙？豆腐做的。因为我是生日寿星。什么是生日寿星？是我的布丁，然后因为是寿星，所以还有寿星。你生日啊？嗯。为什么？二月啊。二月生啊。嗯。好羡慕我们有冰沙。这晚餐吃起来你觉得怎么样？好吃吗？对啊。嗯。帅。嗯，快的。
地很有名，所以它真的这边的装潢就有用这种陶，很漂亮的陶器做装饰。一个这个不能摸，不能摸，不要摸。还有免费，大哥跟着我去走吧，拜拜。有免费的饮料吧，然后这个就是有绿茶、睡眠茶，有那个外带杯可以带回房间，也有咖啡可以喝。对，然后我是带了一个日本茶冰的水去。早上啦，早安！我们现在要去吃早餐了。可以看到它的这边的设计就是比较那种木造建筑。对啊，再玩这个。喵。对，昨天乐器表演的这些那个陶器在这边。对。很方便的。这边是他们的图书馆。对，图书馆可以坐在这边喝饮料。是啊，漂亮哦。对，因为它是在，你有看到缆车在那边，因为它是在山上，它这边有一个什么爬山的步道是吗？它这边有一个楼梯，有一个楼梯。好，刚刚泡了这个房间内的温泉，觉得这边的温泉水质比大浴场更浓，就是摸起来很滑。然后对，就是房间看出去的风景，它每个房间都会有一个小露台，是这边的房间的特色。就假如就是下午在这边放空的时候就蛮悠闲的。